立正，行嘞，车坐。各位同心哈，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哈。今仔有较热小看哈，无要紧，大家小心来一下哈。咱课有小可调整哈，讲咱台语文的哈，咱先刷来较头前，再来讲哈。咱接下来这点半钟呢，主要要来讲这个台湾的教育甲台湾语文的这个部分哈。我提只迄个鸟鼠啊者。咱这个未来呢？我先做一个调查者。咱进前初级班有上过台湾语文小概，同心请举手者，我想大概了。好，差一半哈。好，咱未来哈，这个教育改革的这个部分，当然其中有关着咱本土的语文哈，包括着这个原住民啊、原住民呢，也是讲客家啊，也是讲台语这部分呢，这拢是咱未来教育改革真重要的一部分哈，语言的部分。除了语言之外，当然包含着咱的历史、地理。地理吼，甲咱诶本土文吼，即嘛是咱未来咱真重要一个部分吼。即咱等下会详细来讲吼。大生咧，咱就是针对讲未来咱台湾即个教育改革咱要根据诶是啥？要根据诶国际诶一个潮流，国际诶一个宣言有几个啦吼。咱大生先来讲，即个就是即个伫1996年咧有200+ NGO 包括国际笔会呢，因伫即个西班牙巴塞隆纳呢，因就发布一个叫做《世界语言权的宣言》即、這个宣言内底呢，伊足详细，内容足济哈，拢有讲到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伊的即个族语呢、母语呢，伊有啥物款的权利语言伊的语言的权利包括教育权、媒体传播权、使用权等等，真济哈。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联合国呢，自这个2000年开始呢，伊嘛甲每年的2月21日定做世界母语日，再来，伊伫2001年的时候嘛，公布着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呐，即个不管是世界语言权宣言也好，还是讲文化多样性宣言呢，基本上伊的精神就是讲，无论你的族群的母语，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不管你的人数人多少，你安怎弱势你拢有生存的权利，你有教育权，你有媒体使用权你有活落去的权利啦譬如讲，咱原住民内底呢，有诶可能剩100+啊，各样用诶语言，迄嘛伊嘛有生存权啦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族语拢有伊生存权，包括语言背后迄个文化嘛拢有伊生存权啦所以即个。这两个宣言是非常重要，这都是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的这个包括这个足侪国际的这 NGO 的组织呢共同有认可的，会使讲是世界的一个潮流啦但是咱过去通常对这拢无了解，包括我以前嘛无了解呢。为啥无了解？因为外来政权都无互咱知影，拢嘛甲咱欺骗拢甲咱讲安怎？你讲台语，你讲起，伊当然嘛袂用个啦，因是用方言啦。你这讲这方言呢，狭隘的地方主义，讨厌。那根据人联合国，你也看人各家2月21日定做世界母语日呢。过来伊嘛讲，每一个人的迄个语言啊，伊文化拢有生存的权利啊。那是狭隘地方主义，咱国际潮流是安尼呢。咱来举例，举一下例啦，讲到底有啥物款的权利？譬如讲咧，伫即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内底第2啊7条，伊就是伊讲所有嘅语言社群咧，拢有资格来教育伊嘅成员，互伊会当得到甲家己嘅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有相关嘅即个语言嘅知识譬如讲会当成做因社区惯习用语嘅即个文学，或者是即个圣言，就是讲你若是。就阿公阿嬤恁迄个砖头都拢用台语的，你有权利啊！你去读册时，你用台语来作为你的教学语言啊。或者是讲你伫即个客人客语的砖头大汉的，你用客语来作为你的教学语言，有啊，你有权利啊，用合法会使啊，太袂使所以你看，来当每一个社群，拢当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呐。用家己的母语来教育家己的成员，互因来认捌家己的历史甲文化。这第2啊7条所讲的再来第2啊8条，
哦，伊安怎讲？伊讲呢，所有的语言社群，拢有资格来教育因的成员，互因会当彻底了解家己的文化传统。啥物款的文化传统？包含着历史、地理、文学，甲其他所有的咱想会到的甲文化关系遐个物件，拢会使。啊，所以你啊看，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过去安怎？无爱互咱了解台湾历史嘛，对无？无爱互咱了解台湾国际地位嘛？哦，所以你看，咱过去读个历史课本拢啥？拢中国史尔呢？读个地理拢啊，拢嘛中国地理尔呢？啊，正讲台湾的历史地理非常少啦。哦，所以呢，这是第二啊八条。过来，咱来看二啊九条，伊安怎规定？伊讲吼，人人拢有资格用伊家己所住迄个所在的特定的通行语言来接受教育。哦，譬如讲，咱啊原住民。比如讲，即个新竹吼，即个尖叫吼，尖石乡遐是泰雅吼，台燕的吼，较早阮嘛去过咧。哎，台燕的部落内底呢，拢讲台燕的话啊。伊要用台燕的话来教育，会使啊，袂使？会使啊，伊有个权利啊。咱过去拢想讲，啊，全台湾啊，拢啊讲共一种话，啊，若安尼吼，啊，过去全世界拢讲英语就好啊咧，嘛袂使安尼啊，吼。啊，所以你看，人第二九条，人就讲啊，咱会当用咱迄个所在通用的语言来做教育哦。好，以上呢，这咱是基于几条做例啊、哦，了解讲，用母语来受教育，这基本上就是咱的管理。过来，咱的教育内底爱有家己的历史，爱有文化，来认识家己的历史文化，这嘛是咱的基本的管理啊、哦。接下来呢，拄好最近呢。啊，这个报纸嘛，阁有报啦，哈、啊，咱这个自由新闻、自由时报，啊，阁台湾时报嘛，都好报呢。都好是这个五二四事件的一周年呢，啊，阮甲公布这个录影带呢，哈、啊。啊，在座唔知有几位同心，咱也只七只吼，对这件代志有清楚有看过报道的，而且也七只，我先了解一下，敢有人啊，无几个哈、啊，可能无几个，安尼我简单来解说一下，这个嘛，都好呢。啊，一个例啦，咱用这个例来看讲嘛，在中国国民党主政六十几年之下呢，就这种这歹的例，这种歹的示范呐，和咱台湾人呢，明明在台湾出世的人呢，但是呢，未记得家己是台湾人，把家己当作是中国人，啊，搁咧替中国人来咧修理咱台湾人，啊，搁修理甲欢喜甲，这个例就是安尼啦，吼、哦，所以咱一开始咱用这个做例来讲给大家。了解啦，吼！啊，这个是啥物情形呢？这是去年啦，吼，去年五月二十四呢，这个有一个作家叫做黄春明，哈。啊，黄春明到底是台湾人啊，中国人？哈，伊是伫宜兰出世的中国人啊。啊，这我无甲歪出来哦。有的人讲人是台湾人，那是中国人，伊家己认为是中国人，这咱无黑白甲迄个歪出来吼。比如讲二十当前呢。加全集，啊！迄当时，人个社长嘛好心好意呢，要讲啊，无你黄春明作品真好，要甲你收迄摆台湾作家专辑。哎呀，喏，伊讲喏，无爱，伊认为伊是中国人，伊毋是台湾人，所以伊无爱互伊收伫台湾作家专辑啊。啊，佫有另外一个陈应真，啊，陈应真嘛是同款。陈应真呢，伊嘛是认为伊是在台湾的中国人尔啦。啊、哦，伊毋是台湾人。啊，既然伊若无爱做台湾党诶，咱嘛尊重伊啦，吼。但是伊嘛爱尊重咱台湾人诶，吼、哦。但是黄春明够尊重咱台湾人，哈、哦、哈。咱再来看者吼，去、哦、年五月二十，伊就来咱阮迄个台南，吼、哦，即、這个台湾文学馆演讲啊。啊，演讲啥物题目？就演讲即个题目，吼、哦。台语文书写教育诶伤刻，吼、哦，诶商榷了，对啊，吼。啊，伊即个基本上黄春明其实是小说家啦，伊写小说的啦。啊，伊对台湾语文敢有足了解？无足了解啦。伊是过去伊个小说内底会揽一寡台语的语词安尼尔，但是要叫伊规个用台语写，伊其实无才调。啊，这嘛毋是我甲扭曲哦，伊家己嘛讲哦，伫去年九月伊又来演讲，我甲问啊，问讲你若无爱小说全部用台语写，伊家己讲，啊，伊就无受过台语文教育是变哪写？伊敢若用伊个土方法来啊斗一寡。台语对，诶，技术对起安尼尔吼，啊，但是伊古早小说伊会谈一寡台语技术，但是到后来即几年写都拢无啊啦，愈来愈中文化啦，啊，愈来愈中文化。啊，去年
来到这个咱台南演讲的时阵呢，啊，我嘛去听，我来坐伫台下开听，啊，听讲半点外钟啦，啊，半点外钟来在讲啥呢？我等下有截取精彩部分，哦，和各位同心来看卖呢，啊，因为这呢，咱拄好我前几天较公布，这独家处置的这个资料，进前去年的时阵呢。这件代志报纸报出来时阵呢，联合报甲报甲足大个啦，报讲我共体馆共抗议啦，哦，啊，我甲提海报抗议啦吼，啊，伊着甲叫着，伊叫阁毋是用拄只讲用台语安尼叫呢，伊是用北京话叫呢，吼，啊，咱等下当详细看吼，啊，就是讲这件代志出来了呢，这个，伊基本上伊个演讲内容就是咧侮辱咱台湾人啊。讲你台放弃用母语书写啊，母语教育无重要啦，无需要啦。哦，大概内容是安尼，咱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影片咧。啊，这个影片要摕到足无简单嘞。哦，你看经过一冬，你啊，阮才摕到这个影片嘞。一开始当时有冲突，阮就要求主办单位爱公布录影带，伊拢唔敢公布，为啥唔敢公布？那公布就知影讲啊，啥物人对，啥唔对啊嘞。所以到今伊嘛拢唔敢公布嘞，是后来一冬后阮。独家取得这个资料吼，啊，来源安怎来，咱卖讲哦。所以我伫两公前拜师的时阵呢，我有甲踮台南甲开记者会，结果我媒体嘛拢甲通知呢，叫敢若自由来尔啦，吼、哦、啊台视嘛有吼，伊当下这两报有刊尔。啊，当初时吼、哦、用头版甲骂迄个联合报，唔敢来啦，是安怎啦？唔敢来？啊，奇怪，按只媒体咪讲拢得爱求真相，啊，他好像要求真相，无呢？我要公布真相，伊唔来啊，因为伊若来啊，无甲我看，伊阁歹看，所以伊定做讲伊唔在外来的。哦，咱即马来看嘛咧，我有甲剪接做正十分钟啦，短短啊，浓缩版吼。啊，即我嘛甲铺去 YouTube， 嘛各位若有趣味，当然 YouTube 甲找者嘛有吼。啊，咱即马先来看卖咧吼，看伊即内容到底是安怎，啊，咱等下呢，再过来甲检验来做一个评论一下吼。啊，即、這个你的麦克，你的麦克者，即、這个麦克。啊，这麦克看会当调较大声，小看吧，好像麦克。啊麦克看看我都搁较大声。别人无听到吓，无紧啦，安尼我来做辩书啦吼，讲啥物大概，伊哪看影像，我哪做辩，哪古早迄个古早时阵，迄电影呢也无声音，想在用辩书吼。迄个伊一开始啦吼，伊写是咧讲这个啊咱。这个台湾甲中国都同文同种啦，哦，啊，咱就同文同种共国个咧，哦，啊，伫政治上有人咧舞啥物一边一国吼、哦，啊，即个人实在是拢做乌白来个，他们一边一国，哦，啊，台湾甲中国都同文同种咧，哦，啊，迄当时五月，伊讲啊，连年要五月节啦，五月节要到啊，哦，啊，中国人嘛食肉粽，啊，咱嘛食肉粽啊，哦，意思讲啊，咱嘛拢也共国个，哦，较着伫遐分啥物台湾人、中国人。哦，伊家己嘛讲啊，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哦，安怎，伊家己讲的，哦，嘿嘿嘿，啊，当然，伊伫要讲政治上，伊要做中国人，咱嘛尊重伊的选择啦，吼、哦。但是呢，伊到尾呢，下个后壁才来去开始讲啥呢？
所以你看，伊伫讲伊中国人，我嘛尊重，我嘛无甲抗议，无甲伊害怕啊。但是到后来的时阵呢，伊来讲吼，啊，遮个人呢，哦，啊，讲啥物要做本土化，哦，啊，做啥物母语教育，嘛拢乌白来呢。伊就讲啊，伊去高雄啦，某一间学校小学啊呢，啊，去到遐个时阵呢，哦，啊，学校啊，爱教台语，爱教客语，爱教原住民的话，吼、哦，安尼真造成学生的负担呢，哦，学生的。会无啥啥，无法度学遐济啦。哦，讲安尼无需要啦，啊，无去着踮厝学就好啊咧。哦，他有需要教，啊，而且呢，啊，这台语这都口语尔咧，也毋是书面的语言啊啦。哦，也无法度写啦，也无标准啦。哦，啊，过去也无法度写啊，啊，无啥标准啦。啊，迄是要哪教育？要踮厝甲爸母讲就好啊咧。哦，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啦。哦，啊，若照安尼讲安尼，啊，华语嘛无需要教，啊，踮厝讲就好啊咧。啊！电视叫伊看东森幼儿台，北京话就会啊咧，何必着搁去好好教？对无？啊！即摆囡仔袂上读册，北京话要啷做阿讲啊？对无？安尼着好啊，你才着搁好教。哦，啊是爱讲阿尾，伊讲吼，啊那些搞台文的呢？吼、哦，开始在讲啊那些搞台文的安怎呢？哦，着伊着搁具体举例讲郑良伟啦、洪伟仁啦，哦，啊遐个人呢，母语台语文不伦不类啦，哦，啊是那个用迄种。足口舌的语气，底下讲笑的对啊，讲什么？洪伟仁哦，还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哦，伊就安尼讲呢。啊，其实伊迄个印象是二十当前啊。好、哦，洪伟仁算嘛真有名，较早呢嘛捌有国民党掠伊关过，关伫五年多，关几若冬吼。啊，后来呢，迄当时伫九零年代，迄当时洪伟仁敢若硕士学位，也无博士学位，所以伊敢若伫中央研究院做人的助理，啊，伊拢伫研究台语文呢。啊，迄是九零年代已经二十当前的代志啊。但是呢，后来呢，啊，你先甲取消者。哪样呢？你先甲取消者。好。速度来变得慢，我把个，哦，啊伊呢，伊就讲啊安慰，啊叫个人安慰二十当后是安怎？人已经有摕着博士学位，无当紧，人阁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创系系主任，啊系主任做了，人成教授阁退休啊，伊二十当来拢无更新着伊的资料，停留伫二十当前，恁知毋知？啊包括伊对内容伊嘛是停留伫二十当前，表示伊这二十当来拢白活的啊。哦，拢无对着时代进步而来进步，拢无啦，停留伫二三十当前的观念啦。哦，啊，所以伊就伫遐公开着讲啊，举名就是讲讲遮个人，哦，讲遐教些搞台文的都不伦不类。当然，我就想啊，我嘛搞台文的呀，都许骂着啊。啊，在这即个现场，其实佫足侪人啊，不只是我啦嘛，本来真侪台语文伫遐呢，所以阮就起码就足袂硬的。啊，即个时我就摕海报出来，啊，就穿安尼。伊讲到遮时，我摕海报，啊伊吼目睭花花啦，看无啥，所以伫遐顿顿者，想伊咧我海报写啥，哦，所以你看我好徛伫，是往北后壁遐着摕海报，我着穿安尼啦，哦，啊我是咱暂停一下吼，啊我是用双语啦吼，用顶头用中文，下面用台语，啊有诶一挂中国派讲，啊你反对伊搁用中文，后来用台语伊着看无咧，伊着台语诶青面牛啊。所以我用双语的啊，顶头用中文给伊看有啊，哦，啊中文我来写讲，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我这个意思是讲，我就事论事啦，我感觉我是台湾人呢，我台湾人若无用台湾语文吼，用迄中国语来写，我感觉足可耻的。但是伊家己就要对号入座啊，伊就心虚嘛，因为伊都无用台语文写作，无用嘛无用客语文嘛，嘛无用原住民吼都。哦任何一种台语文拢无咧，所以家己心虚啊，伊就气噗噗，伊就敢若看到可耻这两字，伊就想讲我伫甲骂呢，哦，但是我是咧讲我啊，我讲我若台湾人，无用台湾语文，用中国语，我感觉足见笑的咧，所以即句话在你安怎读嘛，但伊啊家己就对号入座咧，哦，啊，过来下面即个罗马字吼，台语罗马字真诶，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哦，所以我就甲抗议，哦，就甲海报甲抗议。我用海报甲抗议的时阵呢，各位你也看，我敢有发声，敢有出声？无呢，我点点摕海报甲表示无同的意见声音尔，我嘛无阻碍，我嘛尊重伊的言论自由呢，嘛无甲错呢。但是伊安怎你也看，
后来伊就甲我笑安尼，好，你看足生气啊，开始，迄个骂出来安尼，拢总甲骂两届，所以法官甲判，后来我去甲告，吼、哦，判两，迄、那个判两，有判刑两，迄、那个算两届吼，哎、哦，即卖佫冲来呢，冲来要创啊，讲要甲我拍啦，伊无想讲伊要八十岁安尼。啊，我四十岁呢，啊，要来拍看啥物人拍赢，上拍输啊，对吼。当然我是袂甲伊拍啦，吼。啊，但是你看，伊就冲落来安尼，要八十岁的人，讲佫冲来要甲我拍四十岁的人，吼、哦。你看，你看，还是带好边仔的人甲纠调的，吼、哦。啊，我是拢一直甲质疑讲，伊凭啥物啦，吼、哦，伊凭啥物咧讲骂啊，吼，凭啥物侮辱别人，我拢甲安尼甲质疑尔，啊，我嘛无甲错，嘛无甲骂啊。哦，但是伊就袂堪咪，就先共找啊咧。哦，啊，伊就考试，讲歹听，就是有中华民国政权伫甲考，互考啊。哦，所以这件代志一出来了呢，马英九伫第一时间就先敲电话甲慰问啊咧。所以你啊看，伊这其实是中华民国拢策划好个啊，因就是拢安排一寡吼、哦，看起来哪像个台湾人个迄种在台的中国人，拢四界去演讲，互因带好路线。好的演讲会，啊，就是逐天去甲人放毒就好啊，甲台湾人投毒安尼就好啊。嘿，啊，你看迄种姿势，你看足嚣摆的型啊。哈哈哈！哎。嗯，好，安尼哈，嗯，呵呵，唔是啊，台湾出世的啊，伊宜兰人啊，啊，就是有一挂人就是安尼，一挂人就是头壳迄个，好，中华民国买守伊啊，嗯。啊！啊！这个信息我搁另外一个同志，伊另外伫边啊嘛，搁提下一报一下，讲用殖民者的语言才需要商榷啦。就是讲你要用北京话，迄毋才需要讨论；，太有迄个人要用母语，搁需要讨论，你共质疑的，哦。好咧，伊啊搁伫遐骂，搁伫遐迄个。唔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起来你甲安搭，伊、嗯、可能唔敢来。后来我有甲讲吼，要甲伊单挑啊，两个人来辩论呐。啊头我甲答应，后来惊着，唔敢来，你知无？哎、欸，会使无？咱民政府来办，我甲伊两个人辩论好唔好？啊，大家来做裁判好唔好？然后来甲拍扑克一个人吼，哎、欸，但是我想伊唔敢来啦。无咱只请咱民政府甲邀请一下，看伊敢来无？吼、哦。嘿，是啊，哦，伊是一个作家尔，啊，伊写小说的，啊，这其实是拢中华民国安排的啦。因为伊办的这个活动是啥呢？叫做旧年吼，因为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啊，办的迄个百年小说研讨会啦。啊，遐请的90%拢嘛遐中国观点的人。嗯，嘿，有啊，而且阮有甲放伫网络，放伫 YouTube 顶头啊。我若放 YouTube， 大家呐 ，YouTube 哈，你甲拍524台文，五二四台文，台湾文，台湾文学的台文哈，就出来啊。啊，嗯，有啊，后来，阮走了，伊就阁继续讲啊，后来伊又阁继续讲。啊，这就是中华民国因调岗嘛，你看。伊开足侪，即种啥文建会啊，文建会出的钱呢？因办迄个百年小说，文建会出的钱啊。所以你看，包括去年因开2亿外，吼、哦，演两出戏2枚尔，开2亿外，啊，伊2亿外是拢开啥？
选举的条卡嘛，拢做因选举条卡。哦，两暗的这个戏出公开两亿外，啊、哦，啊，做暗的啊，啊，这嘛拢同款啊，白人小说这嘛是摕咱大家人缴的钱，啊，然后底下去四个演讲来甲咱的子孙放毒啊，啊、哦，用迄、那個、用水，啊、哦，用这个水给因啉吼。啊，边啊，这个呢，这个是这个趋势基金会的执行长啦。啊、哦，伫咧做扫毒的吼、哦，有一个扫毒城市趋势的迄个吼，后加迄个两天都卖用啦，迄哪个啊？迄头家哪个啦？而且深哪个？迄、那个趋势基金会，啊、哦，迄、那个伫做扫毒的迄个趋势啊，趋势科技啦，啊、哦，趋势电脑伫用的迄扫毒的程式迄，扫毒软体，啊、哦，迄、那个趋势，迄、那个扫毒软体啊。哦啊，袂安尼，后来伊就脱衫咧，啊、哦，就是我甲控，我控两届啦吼、哦，啊，拄则迄是第一届，啊，袂啊，阮就搁坐落，我就想好，无搁你讲看卖，看你搁要讲啥，看伊会怎纠伊怎，无搁讲无，结果嘛是搁继续讲，搁是伫遐骂，啊、哦，所以我搁甲举第一届牌啊，就对啊，我甲警察同款，我来举牌三次安尼，嘿，以前拢警察甲咱举牌，换我甲举牌，吼、哦，啊，所以伊就衫就脱掉咧。哦，要展讲伊体格偌好个，哦，啊，脱掉了就开始演讲啊，哈、哦，啊，伊过来，伊在讲啥呢？伊就开始讲玛雅文化，哈、哦，伊大概在咧讲着南美洲玛雅文化是一个古文明，迄落啦，啊，因为迄个西班牙因遐个人后来殖民统治嘛，所以后来拢变讲西班牙话啦。啊，伊就咧讲，啊，安尼有啥物唔好？讲西班牙话有啥物唔好？咱讲西班牙话，嘛有几个人得奖啊，得着诺贝尔奖啊。吼、哦，意思讲啊，玛雅文化，吼、哦，伊、哦、家己嘛佫讲，像遐以前个玛雅文化，迄种消灭去啊，查某人拢互掠去做性的奴隶啦。吼、哦，安尼有啥物唔好？诶、欸，即落话讲会出来呢？真正我无甲冤枉个呢。玛雅文化安尼互消灭去，拢讲西班牙话，伊讲安尼太要紧，即落话讲会出来呢？安尼，伊讲伊是文学大师啊，大家来拍分数，即敢有即种人敢当做文学大师？啊，即好佳哉，阮有独家摕到即块录影带呢。啊，若无吼，遐媒体就佫甲咱骂我讲我，有诶媒体甲我写呢，讲我一时人还袂演讲吼，我就开始共抗议啊，共阻挡啊，足恶极嘞。遐媒体是安尼，啊，然后阮即摆咧公布真正录影带，媒体拢毋来啊，包括遐电视拢毋来啊，伊调工毋来，伊知影即个。即报出去吼，黄春明温书威嘛，伊都唔敢来报啊。所以即就是咱即卖台湾的媒体恶一个所在啦。伊拢拣伊要卖呢，报伊要卖呢，甚至佫甲你剪接，真正是安尼。吼、哦，包括呢，即个电视台嘛是，啊、哦，即咱等下补充吼，咱先过来看。啊、哦，伊即下在讲玛雅文化的即个情形，吼、哦，嘿嘿，啊、哦，嘿了。啊，所以之前我搁个举牌啊，搁第二次举牌，第二届个举牌啊，哦，啊，第二届举牌啊，无摕着台语，也敢摕着中文啦。啊，所以迄联合报调，甲拢甲报一个啊，讲我敢用中文尔。你看扭曲属性嘛，我第一届是中文甲台语文两个做伙甲用，但是伊个扭曲，讲我拢敢用中文尔。啊、哦，嘿嘿，嘿，啊，伊是讲咱台湾人拢白痴呢，啊，咪好佳哉，咱迄当时在场，咱有录音，搁有翕相。啊，录影带是后来才摕到的，哦，啊，所以看到我举牌，就开始咧生气啊，啊，佫开始咧骂啊，啊，啊，等下骂啥呢？咱等下佫来看一下吼，后壁，嘿，吼，啊，伊咧问讲，啊，迄个抗议的迄个人是啥物人啊？因为伊毋捌我啦，嘿，后来我就甲报名。我甲报我的名来，后来又讲好，安尼我要来找恁校长算账吼，要叫恁校长呢来处理我，哦。哎，来没来？
哎呀，啊伊骂我两届，拢用北京话骂呢，哦，两面要骂啊吼。啊，伊即摆咧问讲，啊，迄个人是啥物人？哦，也讲陈大教授会驾的野兽哈，啊，过来，北京话就过来啊，哦，搁第二届，哎，所以用发两届，后来我伊甲过，发伊甲过，是用发两条，因为伊骂两届，哎，哦，爱怎来讲吼，要找成大校长，叫校长爱来甲处理的，哎，啊，成大校长甲处理的有啊，啊，就啊刁难啊，为旧年到今就拢，几万届拢甲刁难啊。包括即个咱进程啊，有邀请咱秘书长去咱成大演讲，吼、哦，啊，佮阮办全面台语认证，吼、哦，等等即个活动咧，本来牵伫校的首页内底哦，校长叫佮佮阮全部拢删除，哎、欸，足讨厌呢！成大校长佮主任秘书陈进成，因即两个阮讨厌呢。我照程序佮申请牵定伫学校的活动哦，竟然咱佮删除，而且删除了呢，佮要修法。收一个为着我要定怎样条款，要把迄会当牵定的迄权利拢收掉，无人会当牵，干那校长会当决定要牵呢？啊，你看恶就无啦。哦，好啦，大概是到这啦。哦，好，这个咱先。哦，这个详细各位若趣味呢，会当上 YouTube 去看啦。哦，啊，这个。这个啊，咱拄则讲着讲，这个媒体的恶习吼，啊，这嘛是各位嘛爱注意吼，包括这个去年这件代志，联合报就开始报上大头版出来的时阵呢，哦，啊，当迄个 TVBS 啊，这个李涛因呢嘛叫我去上节目，按、啊、本来想哦，因一顶五六个吼，啊，我一个尔，想讲要甲轮，要甲凹着滴啊，哦，啊，结果去呢，啊，无要凹着啦，伊也讲袂赢。啊，讲袂赢了，后来就惊着安怎？后来毋敢叫我去啊！啊，尾啊，争一站呢，争一站就是我过即个黄春明，啊，尾啊，法院判我赢吼，啊，黄春明互罚钱，吼、哦，公然侮辱就对啊！啊，迄当时呢 ，TVBS 嘛过来，哦，但是伊即届无爱叫我去啊，伊讲吼，要用口号的啊，讲要用，伊上台先是讲要用录影的。哦，讲无要用现场的，讲要用录影。各位，你也想，这有啥物玄机伫内底？录影通去剪接啊。所以我讲录影我无爱，那买着现场的。伊讲安尼，迄助理卡，讲安尼，伊个当去请示呢，长官吼。结果讲现场的袂使，讲若现场伊无爱，讲啊无用口号的，讲口号我嘛无爱，口号你嘛同款会甲消音嘛。哦，讲讲的伊就也袂害，伊就甲你消音啊。哦，我讲要现场的啦。伊讲安尼无法度，因现场时间排袂出来，结果我看透影排袂出来，伊迄暗嘛是搁咧讨论我诶代志啊，叫别人咧讨论我诶代志啊，啊，调讲我袂当去安尼啊，哦，拢咧讲因诶话啊，所以你看因咧做恶事就是安尼呢，啊，所以各位未来对咧媒体嘛是，伊若要叫你用录影诶，要用口号诶，拢毋通接，迄伊听个创卡手啦，哦，因就是拢用即部诶啊，哦，好，啊，所以咧，这就是用即个例咱来看出来，宜兰人呢，宜兰照讲是咱台湾的民主的圣地之一呢。哦，宜兰嘛出足侪民主的先辈呢，结果嘛出了这种卡笑，讲到尾真的是卡笑呢。啊，其实二十当前我是足崇拜黄春明的呢。哦，二十当前我要读生的时阵吼，我嘛真爱看伊的小说呢。哦，啊，伊的小说伫以前啦，真正是拢替弱势者伫发声，所以伊早前吼，伊的作品是。国民党无啥支持的，啊、哦，那较早前属实安尼，但是呢，等到人咱台湾开始民主化了呢，一奇怪，伊行的脚步吼，愈来愈歪，国民党甲共产党去咧，都甲中国愈来愈行愈歪咧，哦，嘿嘿，是啊，啊，着利益啊，哈、哦，就是安尼啊，哦，啊，所以呢，因这人足可恶的，啊，佫有另外一个嘛真可恶的，这先煞简单讲一下，咱时间有限啊，就是这个。陈鸿明呢？啊、哦，陈鸿明是啥？较早捌做过民进党的文宣部的主任啦。啊，这个嘛会使讲是简单讲就是变色龙啦。哦，啊，伊即卖是政治大学
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但是我讲，伊这台湾文学所好像假白，这咱等下嘛是讲的。这未来咱台湾政府那正式运作了咧，这拢爱转型正义拢爱做，也就是爱清算啦。迄台湾文学无影的，迄种假啦。这报纸就会出来，报纸嘛去采访陈鸿明，就访问伊的意见。陈鸿明就讲吼，迄种话唔对。伊讲咧，台语套文学，台语的口语尔，台语套文学，台语也袂当写一啦。台语是要哪写？迄是伊家己台语青面牛啦。哦，迄是因为咱即国民党统治咱即六十几冬，甲咱剥削着母语的教育权，地书家无论你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咱拢用语言的断层去。包括我以前读大学以前，我嘛袂晓写，啊，因为到以前咱都唔捌啦，嘛是后来真拄好真抢手的机会。我才发觉，哎，唔是呢。其实台语较早，咱台湾上早的报纸是啥？台湾府城教育部，咱等下各位看相片。其实台湾拢有啊，书写的，包括以前台湾上早的白话文学是为台语文开始的呢。结果陈鸿明身为台湾文学的研究者，竟然讲这个颠倒是非的话呢？啊，这就是啥？各位你也想，这个政台，政台是啥？党校呢？国民党嘅党校呢？会当伫党校内底做甲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你甲想，对无？伊若真啊台派，敢有法度？当然就是要甲国民党，要配合国民党嘛，要抢解说权。因即卖就是联合起来，找陈鸿明甲黄春明，一个是学者的代表，一个是作家的代表，然后四界去演讲，包括报纸，互因有转栏。你啊看，国民党的，我国民党遐媒体，拢互陈鸿明转栏呢。啊！在讲啥？哦，就讲吼、哦，啊，这个台湾文学呢，爱像黄春明这种才是台湾文学，爱、啊、用中文写才是台湾文学。啊，若用母语写，迄拢唔是台湾文学，迄拢是啥？心胸狭隘，足奇怪呢。讲咱坚持母语，就心胸狭隘；啊，放弃母语，啊，去就市民者语言，讲迄道才是心胸较阔。啊，太有人安尼，吼、哦、啊，包括陈鸿明嘛是呢，伊即嘛开始讲，哎、欸，中华民国也毋是外来政权啊。即我拢无冤枉诶，你去甲查，伊伫报纸杂志顶头写诶，拢就是安尼讲哦。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啊，啊、哦，迄已经是本土政权啊，所以咱甲承认。陈鸿明即个人，我伫二十当前读大学诶时阵，我当时读淡江大学，反正我有租一个台语社，啊，租台语社，迄当时拄啊九零年代，迄当时陈鸿明拄好为美国转来，啊，美国转来诶时阵呢，迄当时。伊足敢讲个呢，伊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咱来甲推翻。所以迄当时，阮就邀请伊来阮社团演讲哦。即我拢阁录音带，拢阁有滴个哦。迄当时，阮就邀请伊来讲台湾史啦。啊，我印象足深个就有两点啦。第一点就是伊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嘛。哦，即一点，我迄当时讲，即人真敢讲啊。迄九零年代算真敢讲呢。哦，但是即一点伊变啊。你看二十当后。伊毋知摕到，毋知是摕国民党还是摕共产党好康的吼，即摆拢毋讲啊啦，吼拢毋讲啊。包括伊最近有出一本台湾新闻学史，正厚的一本册，内底完全拢无要甲你讲到母语书写的母语文学。啊，内底台湾文学拢是啥物？拢是啊中国人创造的，拢是中国人来台湾较创造出来的台湾文学。伊观点就是安尼啊，足可恶呢。啊，过来。陈鸿明迄当时二十当前来阮社团演讲时，佫有另外一点我嘛记甲足清楚个。迄当时阮就甲问：啊，台湾文学，台语有文学无？台语有法度成做文学无？个语言无？伊就讲：台语无文学，台语无法度变成做文学个语言。二十当前伊就接落哦，就即一点来讲接落落后，叫二十当后嘛是接落后呢。媒体甲问洪春明即件代志出来，伊嘛佫伫遐讲啊，讲哦。迄台湾文学，若一定得用台语来写吼，若得爱用这罗马语来写吼，讲剩两页尔啦，讲台湾文学剩两页尔，敢有影？无影咧，我等下要互各位相片看。啊，阮后来，阮伫旧年出版一套这个选集吼，真高真真济，就是为这个过去呢百外当前的台湾遐出版品，才选一套五本出来吼。咱就当先互各位看一下好啊。这个相片哈，啊，像这个哈、啊，这，咱去年有甲
出出来哈、啊，这个是选集俩，个唔是专辑啵，这是为一百当前哦。啊，为台湾的遐台语的即个报纸啦、杂志啦、期刊啦、专册，甲选出来较有学生的，咱甲集做台语白诶、台语文学，那、啊、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一套五本，将近2000页啦。嗯，从啊，迄、那个单方面甲你讲吼，那像安尼吼，干两页尔，干有两页，即都超，都超过啊呢。但是伊听好甲你讲安尼啦，你看因即个人有是非也无是非。完全颠倒是非呢，无是非呢。伊为着个人的利益，听好，黑白讲话呢。啊，这个是选集了、哦，啊，啊，上讽刺的是，出版的单位是啥？是台湾文学馆委托我做的。啊，当然不是现任啦，现任这通派的啦，是进前哈、哦、较独派的馆长任来，最后时阵，迄当时委托我来做的哈，啊，我开两档的时间才做出来。上讽刺的就是发生这个演讲啊冲突的这个地点，的这个台湾文学馆家己出版的呢。甚至我感觉因只黄春明也好，陈鸿明也好，来台湾文学馆演讲的时阵，伊啊文学馆遐嘛有展览台语的文学作品啊，是安怎因拢无咧看？足好笑的呢！哦，啊硬要甲拗讲啊台语都无文学哦，啊所以基本上呢，这就是啥？就是国民党因调岗的嘛。因就是，哦，这个要透过这用公家的经费呢，派的人去给你投毒啦，哦，啊，所以像这种乱象是安怎造成的？就是这六十几年来，咱无本土化的教育嘛，无台湾化的教育嘛，咱的教育完全拢是中国化呢，所以就造成安尼呢，完全无是非，哦，啊，完全无公平正义啊。啊、哦，所以咱未来，咱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目标之上重要，就是讲咱这个教育本土化、台湾化，恢复原来的面腔啦。啊、哦，爱恢复家己原来的面腔，这是上重要的一部分哈、哦。好，啊，咱今仔来讲这个未来，咱这个啊，这个教育理念甲目标哈、哦。啊，当然上基本的就是讲。咱未来教育是无分性别、党派、族群、哈、哦、阶级、会所、哈、哦，还是讲宗教，还是讲宗教、都市、哈、哦，还是讲伊这个身心的发展的差异，哈、哦，咱无分遮，哈、哦，每一个人伊的这个教育观呢，拢应该受到这个尊重，哈、哦，而且呢，上重要就是爱予每一个人发挥到伊的能力，哈、哦，伊的才能、伊的兴趣、伊的这个兴趣甲伊的才调呢，爱当予伊来发挥，哈、哦。啊，咱的目标呢，咱有几点哈、哦？第一点就是讲，会当培养认同台湾，以身为台湾人，作为真公认的这款的这个新国民哈、哦。啊，再来第二点就是讲，培养咱国民的这个人文的精神甲素养嘞，啊、哦，通去传承甲发扬咱台湾本土的文化。啊、哦，再来就讲培养具备独立思考、啊民主素养甲法治观念的这个现代公民啊、哦，尤其这个法治的观念呢。这会使讲，国民党来了，啊，甲咱台湾的这些法治的，过去台湾人足尊重法治，足照起工作的这些关系，完全拢甲咱拍乱去吼。这咱是未来要阁重新来培养吼。啊，过来就是讲爱培养着这个尊重文化差异性，哦，甲欣赏文化多样性的海洋国民，也就是讲即卖这个伫全球化的时代呢，这个迁徙，哦，人的迁徙愈来愈普遍。啊，譬如讲，咱台湾人有人徙出去的，嘛人徙去来的。啊，像即卖足侪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东南亚这些新移民，吼，譬如讲越南啦、马来西亚、印尼，啊，哎，因啊真正有认同要成做台湾人，吼，哎，咱嘛是会当来个接受的，吼，啊，就是讲，哎，培养着这个文化的这个，哎，尊重无同的文化的差异，吼，啊，过来就是讲，伫这个文化多样性内底，嘛有伊好处的部分，吼，啊，咱来好好来个发挥，啊。再来就是讲培养具备全球的视野，甲这个关心全球化议题一个世界的公民吼。再来提升国民的素质，甲增进国家的这个竞争力。再来就是注重这个受教吼，就是讲受教育的人伊的个别的差异，啊，佮激发伊的这个潜能吼。也就是讲过去呢，咱想讲啊，
教育啊，就大家拢读册就好啊，拢考文凭尔呢。啊，文凭大家就拢考呆呆，哦，啊呆呆了就去外国，拢干安尼尔。但是呢，无一定是安尼啦。啊，譬如讲像技职教育的时阵，你若搞做胖的，即摆做胖嘛足好个咧。哦，你看话咱台湾人做胖世界冠军呢，迄嘛是一种个光荣啊。哦，啊你若搞修理车的，搞啥物货，迄拢嘛是一个足光荣个代志啊。啊，无一定讲着干啦。像过去受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像我得爱状元，得拢甲读死册尔，无一定是安尼。所以现初是咱即摆咧讲十二年的国民教育，也是讲要安那，真侪人讲哇，要这个台湾这个教育真竞争哦。我当然嘛竞争，因为家长家己造成的啊。大家拢干那考看学校迄个成绩尔咧，哦，啊干那看讲会当考掉台大无，作为一个评判一个标准呢，啊你这。标准啊，敢足单元单一的，当然竞争会足大啊。但是人美国会安尼袂，地区足多元啊。我较早嘛住美国住六冬咧，我即个读研究所、硕士、博士嘛是伫美国住的，嘛是伫美国体啊。所以伫遐住六七冬，我看因美国的时阵，人修理车嘛感觉足光荣的啊，做水电工伊嘛感觉足光荣的啊。袂讲啊，因为做水电的，伊是收做黑手的，伊就感觉伊做低落的，就做无自信。但袂安尼啊，每一个行业，拢有伊家己的自信，各有家己的感觉真光荣的啊。就是安尼嘛，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安尼时阵，较袂讲哦，大家拢要竞争，拢要干呐靠这个文凭啊。当然，你竞争就足大个啊。哦，所以这就是爱注重讲每一个人的个别的差异。有的人你若教读册，你用读册，但是有的人手足厉害啊，伊能做足侪手工艺品，迄嘛是一种个厉害个所在啊，咱嘛是爱个肯定啊，哦，所以就用爱注重这个个别个差异吼，啊，来发挥着伊个这个能力，哦，啊，最后就是讲强健强健着学生个这个体格吼，甲伊个人格个这个发展吼，这嘛是咱真重要一项吼，啊，过来。咱就列做几项，咱拄则讲的迄拢是较抽象，哦，一个目标，哦，一个方向。但是咱具体要怎做，具体得要怎来做呢？吼，啊，咱有列几点，吼，列正十点出来，哈。啊，当然这是咱初步一个规划。未来我相信咱在座嘛，正侪人，正侪同心，对着这个教育议题嘛，正啊有内涵，哦，啊正有侵略思考。这未来咱拢可以咱去做一挂调整，哈。这只是讲初步，啊，我先规划啊一个大概。哦，大概做参考哦。第一，啊，咱具体要做的就是讲强化着台湾的语文、历史、地理甲文化的国民教育。咱台湾的语文包含着合法、客语、台语、原住民各族群的语言，啊，这拢是咱台湾的语文，啊，唔是讲干呐话人，调侃你干呐无话讲啊，你讲的台湾语文就是干呐，你真滴讲这台语，唔是，啊，合法嘛是台湾的语文呐，啊，原住民族语，迄嘛是台湾的语文呐。哦，所以咱的台湾语文是包含着这三大种哈。哦，啊，这是一挂相片哦，各位看一下哈。譬如讲，像原住民呢，咱十七世纪的时阵，原住民都书写文字啊呢。迄当时咱叫做新港文。哦，像阮即卖，阮台南有一个西拉雅协会，伊正咧推撒着要恢复家己西拉雅的这个语言，这嘛真好个代志啊。虽然讲会晓讲西拉雅话，可能剩无几个人啊，但系佮透过像即种过去哦出版的即个马太福音哦，有希腊雅话的即个马太福音，透过即圣经呢，去佮重新重建出来。啊，若种人族有希腊雅族的人，伊愿意要学伊家己的母语，咱是毋是应该佮肯定？佮肯定较对，爱佮拍破较对啊。他会使讲像黄厝明，爱佮共口舌，佮共侮辱，讲哦，你讲过希腊雅话无路用啦，全世界无几个人会讲啦。太使呢，啊！哪会讲讲北京话嘛无路用，啊！毋知讲英语上路用，全世界拢嘛讲英语，对无？哦，无论你足侪，像阮伫学术界发表足侪，拢嘛用英语啊。哦，啊！哪安尼中文套啥路用，对无？啊！所以呢，每一个语言本来就有伊个生存的价值啦。哦，啊！即甲即个咱即摆伫讲的物种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嘛是有关系呢。哦，咱即摆讲。啊，这个，比如北极熊、北极熊，哦，强要断种去啊！即摆讲全世界剩无几只呢，可能剩无到一千只呢。啊，大家拢爱三比八，哦，因为都找无物件通食呢。哦，啊，佫有足侪只动物食物拢强要断种去啊！
各位，啊，这动物是物啊，传进去，甲咱人有啥物地带？有真大个地带呢，对无？哦，啥物地带？譬如讲，我想咱在座真侪人年纪啦有啊，拢爱食啥？食健康食品对无？保这个保养的食品啊，啊，足侪拢是啥？譬如讲，有人会哦，较热个，得爱食清诶，深海鱼油对无？啊，深海鱼油有对来？有些鱼的深海鱼抽炼出来的鱼油啊，哦，还是讲爱食啥物件，足侪拢是为动物食物内底提炼出来嘛，对无？啊，遐动物食物也死了，咱用较现实的角度来讲，啊，咱有健康食品通去食无？无呢？哦，所以安尼咱可能提早记得呢，提早澳洲呢，吼、哦，可能提早十单有哦，哦，啊，你啊看，啊，过来，譬如讲。前一阵，哦，媒体嘛有伫报道讲，即个美国呢，因向阳发现讲，迄蜂呢，迄蜜蜂呢，向阳呾一半以上拢无看呢。啊，蜂若死了，要安怎？啊，大家想，啊，蜂甲咱人头有啥物地带？蜂一只囝呢，安尼，哦，嘿，蜂若死去，咱就无果子通食呢，无菜通食呢。咱有统计呢，咱一半以上的果子啦、菜啦，拢是爱蜜蜂，吼、哦，伊爱替咱。做新的去传播的花粉的，啊，若无蜜蜂的时阵，各位，恁大家人爱顶替的工课去啊，传播花粉，咱安怎操劳死？哦，你家己啊，人个蜜蜂足骨力的呢，啊，你咱有法多像伊安尼无？日头遐赤炎炎，啊，咱搁伫遐传播花粉，对无？咱无迄个困难呢，所以你若蜜蜂若巧去，咱有一半的食物就减少去啊呢，一半，咱若减一半的食物就安怎？一半的人枵死啊！各位在座若真正有一半的人枵死，恁愿意枵死无？无人愿意枵死啊！所以呢，有诶物件咱看讲，啊，他甲咱差咩地带？有啦，迄有间接的关系。啊，语言嘛是同款呢，语言的生态甲咱大自然的生态是同款的啊。啊，只是讲遮个物件有当时较抽象，吼、啊，咱较抽象，有当时咱未去注意到，但是拢有关系啊。啊，所以即个人联合国也发布即、這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啊、文化多样性宣言，伊就讲文化多样性甲咱大自然的生物的多样性同款重要啊，是同款重要的、啊、所以呢，像这西班牙的人，哦，伊要恢复家己的语言，咱要甲肯定，要甲拍破我才对啦，袂使像黄春明安尼，你共口舌，你共人侮辱，哦，啊，再来。像这就是咱拄则讲个台湾上早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出版个，百外当前嘞。咱个阿祖迄个年代啊嘞，哦，阿公阿祖迄个年代啊嘞，哦，百外当前台湾上早报纸就是用咧出版个呢。啊，即个用台语罗马字在书写个，吼、哦，啊，甚至1885年迄外早个呢，日本人还袂来进前，咱就用这样呢。甚至中国人拢讲因个。五四运动，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啦，啊，1919年啦，啊，因的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咧推行白话文啦。伫五四运动以前，因主要拢是用文言文咧书写的咧。所以你来看，就文言文转做白话文，啊，就讲这些时代趋势，咱是比中国较先进的咧。中国人搁咧知乎者也，还搁咧写文言文，会前三四十当前，咱就已经用白话文来咧书写呢。啊，啊，即咱进前伫初级班咧，咱有介绍过，咱今仔就无要搁详细讲。啊，所以你看台语个有书写历史无？有啊，但是黄春明甲单方面咧讲无啦。你看安尼，白布要甲你捏甲乌，你看乌起来无？啊，即个人讲黄春明叫做文学大师啊，即啥物人甲封个？联合部甲封个啦，遐统派、中国派甲封个啦。啊，单方面讲叫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啦，实在是无资格啊。所以伊旧年呢，有一届过来台南演讲呢，我来去甲呛声啊，我来甲问问题啦，问讲吼、哦、啊，有人讲伊是即个变色龙，伊有承认无啦？哦，当然伊嘛毋敢承认。啊，过来我来甲问讲啊，你有资格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无啊？伊嘛毋敢讲啊。我讲啊，你若无资格做，你得落台嘛？你凭啥要做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吼、哦，伊嘛拢唔敢偏啊懵的，固在我甲骂啊，因为我讲的拢属实啊。吼、哦，因这人就是安尼啊，硬咧拗啊。
再来客语的有无？诶，遮有咯，对吧？新版的客语圣经最近才拄出版尔。哦，咱若要学客语，用这来学足紧的。哦，伊即卖新版的客语合法的圣经吼，有汉罗，也有汉字版嘛，罗马字版，啊，你啊对照来看，咧学圣经，咧学客语足紧的。哦，我即卖嘛当搁咧学。哦，我较早虽然有学过客语，但是学了要普通普通。即卖搁继续咧学，啊，就看圣经来学客语啊。哦，所以客语嘛有书写，是咱家己无重视。哦，是。教是这个统治者无爱，互咱有本土教育嘛？伫教育内底拢无爱甲咱教，啊，然后再讲吼，咱台湾人吼足无水准的，所以你看台语袂写字，客语袂写字，干那中文会写字，所以中国足有水准的，啊，台湾人拢无水准，伊就是要安尼嘛，文化上要互咱无自信，啊，无自信，你也着看清家己啊，啊，就感觉因中国人是一定的国民，啊，咱台湾人就二等、三等的啊，因就是利用这种的安尼啊，哦。所以咱第一个就是讲要强化着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化的这个国民教育哈。啊，讲到这个语文的部分呢，咱未来规划是安尼哈，就是讲咱台湾是多语言的国的一个社会哈。所以呢，咱未来规划啊，伫教育内底，咱就分作两大种哈，一个是台湾本土语文啊。啊，一个是国际语文哈。啊，台湾本土语文呢，包含原住民、国族群的语言，啊，过来合法哈，客语，过来台语，这三大种呢，哈，这拢是咱台湾本土的语文。啊，伫学校的时阵呢，那幼稚园、小学的时阵，先用你家己的母语优先。你若是讲客话，你用客话优先。啊，你若讲这个布农啊，布农语的，你的布农的话优先。家己的族群母语，家己优先。啊，当然。要咱认定你家己的母语，你家己决定啦。通常就是你爸母先帮你决定嘛，哦，就是以家己的族语优先啦，哦，爱先经一个，啊，然后呢，斗啊，哦，你的母语过好了，咱身躯边的人，迄个族群的语言，咱嘛来甲学一个，哦，譬如讲，咱呐住伫台语的，哦，咱是台语的庄头，啊，边啊住有客家的庄头的，诶，咱台语先学起来，了过来客语嘛，甲学一下，哦，所以咱会有主修甲副修的安尼观念啦，哦，就是伫咱的国民教育内底呢，哦，你爱经一个是主修，就是上主要，就是伊家己的母语，啊，过来就是，诶，你会当家己经，哦，有的人可能你厝边是大客人较侪，有的人你厝边可能是原住民较侪啊，譬如讲咱若是台东。哦，伫屏东，凡是可能你厝边隔壁是原住民较侪，咱着经迄个啊来优先。啊，咱袂强制讲你一定爱经倒者，反正家己来经。哦，因为每一个所在伊个情形都无同嘛，着爱安尼，咱毋才会多元互相尊重。哦，所以咱有主修甲副修吼，即针对本土个语文。过来国际个语文呢，啊，譬如讲啊，上国中啦、高中以后呢，啊。哎，为着这个国际交流的需要，咱伫国际语文内底呢，咱英语必修啊，这部分是无问题，因为即卖现出是就是必修啊嘛，所以咱英语也必修。但是除了英语之外呢，即卖开始有第二个外语啊，这嘛是世界趋势，第二个外语哈。啊，所以呢，咱嘛是爱搁另外一个第二个外语哈。啊，这个第二个外语呢，当然嘛同款哈，你要修日语哈，还是要修华语？要修越南语、修马来语，拢无要紧。到恁若学校有才调开，若有学生愿意学，咱就尽量开。哦，所以未来华语应该是伫啥物所在？伫国际语文遐互伊经啊。台湾语文是无包含华语个啊。哦，台湾语文是无包含华语哈。华语是伫国际语文遐内底作为国际语文的一个选项安尼。哦，啊那安尼时阵呢？等于是本土语文选两种，哦，啊，国际语文嘛选两种，合起来拢总差不多四种啊。啊，有个人讲，哦，按着像黄春明你讲的安尼，会造成学生囡仔负担的袂啦，放心啦。看起来那像爱学足侪种，其实你若有环境的时阵就无问题啊啦。啊，譬如讲，我想咱在座足侪人，咱华语迄当时北京的时阵学起来。阮以前细汉嘛拢讲台语啊，啊北京嘛是去到下学者足自然就拢会晓咧。哦，啊你看像马来西亚，啊我旧年拄去马来西亚做调查吼，马来西亚遐华人呢，
平均七节拢会用五六种语言。譬如讲，伊个祖先也是为福建来的，哈，为福建徙去马来西亚呢。伊福建话，哈，就是台语的前身，福建话嘛会晓。啊，马来话会晓，因马来话是因遐官方语言。啊，过来英语，伊嘛会晓。啊，过来广东话，伊嘛可能会晓。啊，过来客话，伊嘛可能会晓。所以平均拢超五六种啊。啊，是较敖吼，嘛毋是较敖啊。台湾人拢变较巧啦，是人有环境，啊人接受。啊，人就想讲啊，加学一种语言是加好个啊，然后开放的迄个观念，安尼就好啊。哦，啊，所以呢，即、這个，那就理论，就讲咱拄仔讲，迄是马来西亚实际的。啊，过来，咱要讲理论，吼、哦，伫理论上嘛无问题啦。哦，啊，那讲理论上无问题呢，因为我本身研究所读语言学个吼，啊，较早修过即、這个啊，即、這个。有关语言的这个啊，这个语言教学这方面的课哈，啊，真内底呢，咱简单来讲讲一下哈、哦，就是讲，咱过去拢想讲吼、哦，咱人是安那学语言，拢想讲啊，得甲背起来呀，甲死背呀，哦，啊，得甲记起来呀，哦，啊，人爸母讲一句，你就对你讲一句啊，哦，但是这种的观念呢？已经过时啊！语言的学习呢，不是讲你听到一句就记一句，听一句记一句，不是安尼啦。啊，过去这种想，就是把咱头壳当作啥像一台录音机同款，听一句录一句，啊，所以要用的时候持 play 才甲放出来。所以就安怎，咱就讲有负担嘛。啊，啊底会满啊，比如讲录音带，会当录偌济，一点钟、两点钟，吼、啊，伊是有限的嘛。但是咱人的头脑是其实是无限的啊。你要学几啊种，无啥问题啊！哦，所以后来呢，伫美国有一个真有名语言学家叫 Chomsky 呢，哦 ，Noam Chomsky 呢，哦，伊就提出这个转换声段的固化以后呢，哦，伊就甲这个改变着这个语言的习得，哈、哦，语言习得、语言教学这方面规个观念规个改变掉。啊，啥物叫做转换声段的固化？咱简单讲哈，因为时间真有限。就像安尼吼，就讲阿明伫灶骹偷偷食冷机机的鸡仔饼，这是一句话呢，哈、哦，咱再用罗马语写哈。啊，这是一句话是咱若过去想讲，伊一定爱听这句，甲记起来。好、哦，啊伊若搁听到一个阿峰伫灶骹偷偷食冷机机的鸡，一定爱搁听到，爱搁记起来。哎、欸，无一定是安尼呢。啊，咱若讲另外一个，哦，阿辉啊，哎、欸，咱毋捌听过阿辉啊，啊，但是咱会晓多。甲转换做阿辉伫灶骹内底安怎？啊，个人会当主动甲灶骹甲换掉，换做教室啊，换做大厅，换做无同个所在啊。咱无一定逐句拢是听过呢，啊是安怎？所以转换声段句话就是安尼吼。你若甲即个呢，比如你甲即个人名甲换掉，换五个人个时阵就变五句话啊嘛吼。啊，你若甲灶骹呢，即个换掉个时阵，换做无同个所在，换做五个无同个所在吼。安尼，你会当转换做几种无同的话出来，生摊出五乘五二十五句啦，排列组合啦。你若用排列组合角度来讲，等于你甲阿明、阿辉、阿朱、苏基啊，吼，还是啥物清水啊，吼，这五个人，啊，佮斗上五个地点，吼，譬如讲灶骹、浴巾、大厅、教室，吼，安尼时阵，你若排列组合，虽然是十个意思尔，但是你人五乘五变二十五个啊。变起啊，五句话出来。啊，过来食物件，食你会当甲换做啉啊，喝、输吼，啊种效果吼，当、哦、然意思是无啥共吼，但是你会当甲换遐动词，甲换换，你若当生摊出几句，五乘五，搁乘五来变五五五，安尼话者啊，一百二啊五安尼。所以你只换十五个意思，你会当生摊出一百二啊五句话出来哦。过来，咱过来讲。鸡仔饼，你也甲换肉粽、碗粿、沙白鱼肚，哦，你也换五种的时阵，安尼阁偌济啊？六百二啊五安尼。所以你也看，你只要换二十个语数，你就会当换出六百二啊五句话出来安尼。啊，咱所以咱人的头壳，唔是像以前讲哦，啊一句一句咧欠的，唔是安尼啦。伊是欠公式，阁来有一区咧欠语数，啊，你要用的时阵，才许语数套咧公式内底。这就是Chomsky在讲的转换声段的固化的概念啦。啊、哦，
啊，简单讲呢，就是讲用咱用这个例呢，就讲咱头壳内底就是有像这种甲简化掉呢，有这种的公式，伊是足简单的公式呢。啊，你要用这个套嘞，才带出来，伊毋是一句一句咧欠的哈。啊，这呢，我紧听有就听有，听无就听无。哦，简单讲就是，毋是咱以前想的迄种的语言学习法就对啊。哈，啊，过来，为遮咱俩先探出。几个重点出来哈，后壁这就是重点啊。种语言学习的重点呢，第一个，伊讲吼，咱人天生就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啊。什么公式？就咱拄则讲迄种的公式哈。啊，每一个语言有伊的公式伫的哈。过来，咱出世的时阵呢，然后有语言的环境呢，伊就会把迄个语言要用到的公式甲保留落来。哦，啊，这是啥物意思？哦，啊，过来，伊讲那无用的公式就淡掉。哦。啊，这个单调公式，你若要甲扣断下来，就会造成负担啦。啊，啊，这是啥物意思？咱来用大众的语言来讲，就是你愈早学愈好。也就是讲呢，你若出世一个台语的家庭，啊，伊呢，伊就甲台语用的对的拢甲扣起来，留咧。囡仔的时阵就甲留咧，啊，袂甲单调。但是你若细汉时无爱学台语的环境呢，伊就甲台语要用到遐公式拢单调去啊。等到大汉啊。你较要捡回来的时阵呢，就会足大的负担。就亲像讲咱个物件呢，你若甲弹掉呢，弹掉愈久，你阁要找回来愈困难啦。伊有可能车去粪扫堆啊，粪扫堆可能阁车去焚化炉烧掉去啊咧，要捡回来会较困难。但是你若细汉时有诶，互伊环境的时阵呢，对囡仔来讲，语言拢毋是问题。你只要互伊环境呢，伊自然，因为伊本来头壳内底就有啊，啊、哦，伊是甲留落来尔，毋是甲弹，毋是甲。唔是可以学，所以咱过去拢会讲话都较多变。咱过去是讲头壳内拢空的，啊！你为细汉是开始听，开始听，开始记，但是总是记伊的这理论是完全倒变。你的头壳内底是有公式，你用会到的，伊就记来；用袂到的，伊才会淡掉。啊！用咱较一般白话来讲，就是讲愈早学愈好啦。所以咱当发现讲，是按怎囡仔的时阵，你若予伊三种、四种的语言的环境，伊拢会晓的。就像马来西亚人同款啦，伊有四五种的语言环境，伊足自然就会遐，伊嘛袂记得讲伊是安怎特别去学的，哦，伊足自然，啊，遐就那亲像伊的母语同款，哦，啊，你若是已经大汉啦，较要学的时阵，一来你学也学袂好势啦，二来呢，爱了较侪时间啦，所以你也看，无论马英九，哦，还是讲这个宋楚瑜呢，因在学台语有腔啊无？一定有腔的啦，因为伊拢是啥？拢四五十岁要选总统啊，较来伫学个啊，所以一定有腔口个。过来，伊爱学较济，开较济时间去学，效果拢足歹。原因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是有理论基础，毋是咱学白体个哦。这是真正，这是伫语言学内底个即个基本个概念吼。过来，就讲咱若出世呢，然后把即个语言公式个甲保留落来呢，就算后来中断期呢，你要阁捡回来。会较简单啦，啊！即个是啥？就讲你若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你互伊有多语言，比如讲台语、客语，吼，的环境的时阵呢，就算讲伊去读册了呢，台语、客语拢放袂起来，拢受着同化，拢讲北京话去啊。但是等到伊大汉了呢，若讲哦，想要搁甲台语、客语学转来，会较简单，而且学起来是会无腔口。啊，你若细汉拢无呢？哦，二三十岁了，较要甲学台语，还是要来学客语，一定会有腔口的，爱学较久。哦，原因就是安尼。啊，这就是啥？就是讲你细汉有学的时阵呢，伊就亲像讲咱甲物件，咱无弹掉去，咱是藏在厝里呢，可能仓库，吼，还是讲藏在啥物所在，橱啊内底，甲收起来藏尔。啊，你有一间要用，佮叫出来，要佮叫出来。啊，这就是讲囡仔，尤其是咱母语教育，吼。细汉是足重要个，为细汉一出世一定爱予伊有母语个环境，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个族语也好，一定爱有环境。虽然即摆有足侪情形拢是读册进前吼，囡仔拢会讲啦，拢会讲台语啦，但是迄个幼稚园，尤其是迄个小学个了呢，囡仔当然拢毋讲啊啦。哦，啊，顶多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嬷，迄个囡仔拖咧行，吼，囡仔拢讲讲北京话，啊，你也对讲北京话，足侪情形拢安尼啦。哦，啊，所以呢，即个讲囡仔时代足重要，囡仔时代一定爱
你免烦恼，伫目前遮尔啊中国化的台湾吼，咱毋免烦恼讲囡仔北京话袂晓啦。啊，若真啊袂晓嘛，无要紧啦，咱台湾人无咧靠中国人啦。哦，咱英语甲学较好就好啦。哦，所以毋免烦恼北京话学袂起来啊。哦，北京话无学也无要紧啦。啊、哦，所以我即阵咧想讲，后盖阮囝咧，哪会使来好好读册？我拢要为小学、为幼稚园拢学台语啊，还是学客语就好啊。北京话嘛毋免好学啦。你北京话愈教吼，咱就受着中国影响愈深啦。所以你看迄当时越南咧，咱今仔无时间讲着越南吼。越南过去呢，就1945年以前，因嘛阁要阁用汉字呢，用真深啦。哦，后来因就规个汉字拢甲废掉啊。啊、哦，啊，当然有基础，就讲伫法国人统治越南时阵呢，因也先甲汉字先甲废掉一届啊。啊，啊，有啥因要废掉汉字？伊就是无爱互因去读中国册。你读中国册读成深哦，足自然自然地受着影响。啊，这影响是咱看袂到的，迄是无形，你不知不觉你就受着影响。啊、哦，就甲即摆足侪，包括咱台湾学校学生嘛，同款的啊。哦伊无形中受着华语会晓吼，啊华语较厚咧，所以伊都颠倒拢安那，啊台湾文学就用华语做写就好啊。颠倒反对台湾文学用母语书写，变成这种足奇怪的情形啊。各位，有当时咱看咱家己咧袂清楚，咱若甲翻头，你看人韩国就好啊。即几年人韩国是毋是崛起？吼、哦，韩国嘅戏出，韩国嘅音乐，韩国嘅即、這个。诶，衫啦，韩国化妆品啦，吼，拢足流行诶咧。诶，韩国话伫1945年以前，伊伫日本统治诶情形之下，迄当时韩国话嘛是用看袂起诶咧，韩国话嘛是用低死死诶咧，啊，甚至因家己韩国人嘛无看嘛看袂起诶咧，包括咱即下看迄韩国字啊、韩国文字啊，伫过去韩国人家己嘛看无起诶咧，但是1945年以后，啊。后来人独立了，你看短短60-70年，你看即卖人韩国爬起来咧，甚至不只是人语言文化起来，包括咧经济，啊，譬如讲三星诶，啊，即卖变电子产业诶老大诶咧，啊，为啥人会当做安尼？人就是无放弃家己母语啦，人敢会讲啊，无咱来学北京话啊，无咱来学啥物话啊？人袂安尼啊，干那咱台湾人无志气啊！哦，你看1945年以后，国民党来了呢，啊，咱就对咧学北京话，啊，对咧学北京话，敢有较敖？啊，那安尼规日咱就学英语就好啊，人全世界拢嘛会通，对无？哦，啊，所以呢，这就是讲，基本上咱个囡仔一细汉，一定爱先为母语先教，互伊有环境，啊，你也互伊多语言环境，免惊讲迄造成负担啦。好、哦，咱过去足侪家长、足侪老师拢想讲。啊，囡仔啦，细汉互伊三四种语言，是毋是负担？袂啦，哦，伫实务上也好，伫理论上也好呢，基本上是袂有啥物负担的啦，哦。啊，这个最后一个重点是讲，咱老人头壳的是分区伫欠的，一区伫欠公式，一区伫欠语数，哦，啊，一区伫欠台语，一区伫欠客语，一区伫欠无共的语言。啊，这毋是我有白讲的，这是事实。啊，咱即来记一个。例啦吼，这是报纸吼，几若当前报纸报的吼。伊讲呢，台东呢一个卢凯族的这个原住民青年呢，啊，伊台东知影遐是多族群的所在，台语、客语啊，原住民的话啊，拢有啊，差不多拢差不多1:1安尼呢。啊，伊这卢凯族的青年呢，伊平时拢讲卢凯族的话，但是有一天呢，伊为楼梯顶了跌落来，磕着头啦。啊，哭到头了呢！哇，伊迄卢凯族话煞袂晓讲啊，结果伊讲啥？伊只好讲台语，所以因厝人啊足奇怪。啊，你以前好好的拢讲卢凯族的话，啊是安那哭到头了呢？啊，煞拢讲台语啊！啊，卢凯族的话完全拢听无啊！啊是安那？各位迄是安那？迄伤到卢凯族迄区迄脑区啦！对，刚才袂说咱即摆电脑讲迄磁轨歹去啊！啊，恁捌用，恁若用电脑人知，咱电脑硬碟内底、哈底内底咧，有当时咱欠资料，有当时要叫迄个档案叫袂出来，伊讲伊会甲你讲磁轨损害，就是你损到迄个所在，所以迄个所在资料拢无去啊。啊，这伊就去哭着，嘿，啊，这重点就是讲咱有备份啊。你若愈这种语言吼，较安全，万一你若去哭着头吼，你至少佫有幽微的语言，
较袂变听无讲讲无话。哦，所以你若用三四种是较安全啦。哦，好佳哉，伊就是多语言，哦，带来好佳哉。这是事实的哦，伫理论上确实是安尼，吼、哦，毋是咱黑白讲的。哦，啊，所以就讲加学语言有好处，当然嘛有。啊，你若敢若会用北京话的人吼、哦，像国民党讲的，啊，就用北京话就好的时阵吼、哦，啊，你若去磕着车或弄着头，啊，就知死啊，伊就变矮狗，拢讲袂出来，哦。好，以上这是咱即针对语言的学习的部分来做补充，啊，即就是讲咱爱把家己的母语顾起来吼。啊，咱最近拄啊好，咱成大有设即个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啊，啊，咱即卖咧办即个台语的认证啊。过去呢，语言认证咱拢敢想讲，英语啦、日语啦，吼、哦、会有啊，台语以前拢无啦，是即几冬才开始有哈。啊，客语原住民嘛是拢头即几冬才开始有哈。啊，咱即摆承担，咱已经办三档啊，吼，有办即个全民台语认证，啊，今年7月20日要考，欢迎各位在座的同心吼，那会使包括后生祖囝、老爸老母吼，规家伙啊拢欢迎，做来检验一下家己，看咱的台语的程度是安怎，吼，啊，当然咱若有讲客语的，嘛会当去参加一下客语认证，吼，就是讲为家己的族语开始，吼，先了解讲，咱会用讲。之外呢，会晓读会晓写袂，检验一下家己的程度是，这详细呢，咱会当上咱成大的这个网站哦，或者是你 Google 甲 Google 一下这个全民台语认证就会出来哦，这算是讲来检验一下家己的这个台语的能力哦，这是咱即卖伫推测这个台语的认证哦。好，咱拄则讲到这个本土化的教育哦，过来。都讲迄是语言的部分，哦，过来针对历史甲地理嘛同款，咱未来历史地理拢先在地以台湾做中心，啊、哦，然后再过来讲到，譬如讲日本啦、啊、美国啦、啊，啊，佮过再佮世界各国吼、哦，譬如讲中国啦、啊、法国等等安尼的，一个精神，一个历史地理吼、哦，啊，过来未来咱中国史呢，应该来做外国史啦。啊，伫世界史内底，才讲到中国就好啊。啊，基本上就安尼。啊，无像即卖吼，伊即卖规个历史拢是伫讲中国史，甚至世界史的比例嘛足少的。啊，啊，过来咱文化的科目嘛同款。咱文化的科目呢，像即卖伫国民党个主政之下，你看伊像旧年呢，伊硬要甲你拗呢，高中呢，雄雄佫甲你加一个啥，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四个学分呐，硬要叫你。加落必修就是爱必修呢，啊，足恶一个。咱迄当时真侪社团去教育部，哦，甲抗议要求讲爱有台湾基本的教育权。伊甲你讲，迄增加学生的负担。结果过无几工，伊就随宣布高中呢增加四个学分，而且中华文化教材就是啥，遐文言文教材啦，伊硬甲你加四个学分落去。啊，伊若袂呢，拢无要紧硬甲你拗。啊，若无爱呢，就拢讲啊，迄增加学生的负担，迄理由拢在怎啊？哦，啊，这呢，咱未来文化咱嘛同款，以咱在地，特别以原住民优先，啊、哦，过来客家、台语，啊、哦，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啊、哦，啊，过来再介绍着中国啊，伊个文化，啊，过来就是包括着咱即卖即几年嘛，即款新移民，啊，譬如来自东南亚只新移民，啊，只新移民因个原来母国文化，咱嘛当来做一个介绍安尼。但是呢，咱是爱先以本地在地优先啦。啊，这呢，其实世界各国拢是安尼。包括过去，阮伫美国读册时阵，啊，我甲迄个咱美国遐嘛真侪台侨，哦、啊，台湾同乡，啊，因个囡仔拢是伫在迄个就地，啊，伫遐读小学、读中学。我甲因问，因都拢是安尼啊。人为小学、中学，因都是拢先由因个社区、由因迄个所在开始，了导到啊，才扩大到全州啊，啊，过来再个全美国啊，再过来去到国外，拢嘛是安尼。干那咱台湾较奇怪，拢直接甲台湾跳过，啊，直接去讲中国个呀，哦。啊，过来咱第二个咱具体政策就是设立这个台湾语文这個推行的委员会啊，啊，要做啥总会真侪项吼，因为时间有限，这咱就无要阁详细讲吼。啊，
再来其中呢，这个较重要就是讲吼，咱即卖呢各大学差不多逐间大学拢有中国文学系啦，啊无就是中国语文学系啦。啊，遮呢未来即中文拢刷对外文学院内底去啦。吼，啊，再来就是讲，即中文的呢未来呢，咱拢预缺不补啦，迄比例拢升悬啊。遮的中文的拢伫校内底作威作福啦。好，咱今仔个时间有限呢，无我当工作者具体的，遮的中文呢人呢，尤其伫大学内底呢，伊拢把持着啥物校教评、院教评、学白来啦。啊，这嘛是咱未来，但民众爱转型正义的时阵爱轻松的啊。因遮拢就是啥，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条卡嘛。中国国民党伫台湾的学白来，尤其伫思想上、伫文化上，当学白来，拢是靠遮条卡伫学白来的啊。哦，所以这咱未来呢，拢爱来处理遮着遮问题吼。过、哦、来第三点，整顿大学的台文的相关系数，哦，这嘛是哈。有人讲，哎、欸，啊，这台文系、台湾文学系，啊，像台湾语文学系，有啥物问题吼？足、哦、侪问题。简单讲，99%以，诶、欸，应该讲95%就好啦，袂话到99%啦哈。差不多90%的拢是假呀，包括阮。成大台文系嘛是假啊，吼、哦，迄是拄好有我伫遐，大家想讲哦，啊，成大台文系拢伫舞台剧个，歹势无影啦。阮系有10几个教授啦，一半以上拢中文系来的啦。啊，遐中文系内底有5个，拢是清华中文所毕业个博士啦。你啊看安尼有问题无？台文系结果一半以上拢中文系，即就是啥？拢吊羊头卖狗肉就是安尼啊，假嘛。还有就是啥，伊要去中文系无才调去，啊，所以来占台文系的亏。啊，就是啥，替中文系咧拍地盘啦，食资源啦。所以你看陈和明，明明伊就是反对用母语来创造台湾文学，结果伊是伫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所做所长啊，就是迄种人啊。所以有90%以上拢是假的。啊，为什么安尼？这就是讲。啊，变啊！人来迄当时，伊成立足侪台文系所，伊个用意是真好。可惜呢，伊会晓生囝，袂晓顾囝啦。安尼啦，就是讲伊把这系所生出来，啊，就无咧顾啊。结果呢，遐个人请师资拢请啥？拢咧请鬼提药单啦，拢请遐中国思想的迄卖啦。所以这即摆足严重呢。所以为什么？我控的黄春明，迄第一时间跳出来声援黄春明批评我，除了陈鸿明之外，阁有10个人，阮系10个人。你看可恶，阮系有10个人连续伫反对我，要反对我谈好破迄只狗的 LP 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是啥？台文系，你看，等到中文系拢点点点，因为伊想讲伊若中文出来，人来贴标签，你着中文系嘛，所以人。中国国民党巧就是安尼啊，用你台湾人来修理你台湾人啊，啊，咱台湾人爱设计啦，啊，这种这敢算台湾人？单方面个敢算台湾人？这后界拢无资格啦，伊无资格来做台湾人啊，嘿，哦，所以这样足可恶呢，哦，咱简单讲就好啦，你看清台好啊，我无甲冤枉个，你看因个。因因的这个课程吼，无半节，因的课程无半节甲台湾语文有关系啦，拢讲华语的啦。过来因的入学课就好啊，你看哦，因的硕士班入学课爱考啥呢？佮爱考国文、英文，啊佮中国文学史啦。啊，台语、客语敢来考？唔免哦。啊，伊的毕业的要求哦，你的毕业有外语、有英文的要求哦，英文爱通过中高级，过来啊佮有第二的外语。啊，本土语言拢唔免，哎、欸，伊是外文系，还是伊中文系？结果伊是台湾文学所呢，结果本土语文拢唔免要求。啊，任何有关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言的课，嘛拢无开。啊，伊讲伊这是台湾文学所啊，当然假的。哦，咱这是举一个例呢，吼、哦。啊，过来，时间有限，哦，这个第四点，咱伫海外设立这个台湾语文中心，哦，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吼、哦。这就是中国，因即卖用啥物孔子学院啦，咱台湾未来就爱用台湾学院啊，哦，台湾语文中心哦，来推设台湾吼。啊，过去有个人，包括民进党执政的时阵，
读歹个，讲要互台湾成做世界华语中心，你也想啊，咱中国十三亿个人口啦，敢会用咱台湾人2300万做华语中心？卖民望啊啦，无可能啦，迄是无可能个代志啦。华语中心就是中国啦，台湾人卖五望成做世界华语中心啦，这梦唔通做啦。啊，这是足熟悉嘞，因为阮伫美国待遐久，包括我伫东南亚，哦，嘛定去。你像阮下就好啊，以前捌捡日本迄个越南学生哦，要互伊奖学金哦，尾啊，伊讲伊无爱来，我讲啊，你买对，伊讲人北京大学嘛要互伊啊，伊也买北京啊。平平若是要用华语的，人就去北京就好啊嘞。但是颠倒你啊看，做日会涨啦，自由时报你啊注意啊看。我有一个学生，法国人叫阿友啊，哦，伊来阮遐读硕士，伊一来来阮生台来话，指定要找我，伊讲我就是要来遮学台语的，你人头壳足清楚，所以毋才来台湾，哦，伊嘛去过中国啊，但是后来伊来台湾读硕士，伊讲伊就是要研究台语，所以伊即摆等于话啦，迄个法国了，伊阁继续读博士哈，啊，伫法国呢，伊咧开台语课，要帮咱台湾人推广台语啊，哦。所以你也看，人要来台湾就是要台语嘛。啥物人要来台湾学华语，读到歹毋来，同款的道理嘛。今仔日我若摕100万要互恁学英语，你要去美国学，还是要印度学？印度嘛学英语嘛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呢。你敢去印度学英语？袂啦，无人要印度学英语啦，同款的道理啦。哈，好啊。再来第五点就是国民教育师资要改造，哦。再来，咱推动12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的免费的教育，吼。啊，第七，咱来推动这个幼儿的学前的义务教育，吼。因咱时间真有限，咱讲过好。我这有迄个讲义啦，唔知有敢有印予大家无？啊，无遐，哦，目镜在看，看到时再去补印，还是讲只 email 哈。再来第八点是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质，吼。咱现处是即卖大学这部分的品质要哪提升，吼。再来要推动这个国际学术交流啦，哦，啊，尤其咱在国际上推动这个台湾研究的这个部，你看人韩国起来，人也推动韩国的这个国际的研究，哦，莫讲到韩国啦，人越南就在做越南 study 啦，人越南就在推上越南研究啊个，哦，啊，咱算起来比越南较先进的，当然咱嘛是要来推上哦。再来限制中国的学历跟学术交流啦。哦，这也限制啦，因为我正伫大学，我拢知啦，教声教拢是假的啦，不是嘛？接到教育部来问，叫阮着爱去甲中国交流啦，啊，包括中国遐人来啦，哦，足侪拢是统战的目的的啦，真正学术的无几个啦，大多数拢是统战的啦，所以伫中国无承认台湾进前，是中国要用飞弹对准台湾的情形之下呢，咱无可能。开放因的学历啦，嘛无可能甲因会当有公平的，即个这种平等的即个学术交流啦。哦，咱是爱有条件的，袂当像即阵嘛政府拢调工讲啥物用学术交流的名义，其实咧配合个统战嘛。哦，所以这咱嘛是未来爱处理。哦，过来十一吼，就是推广即个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哦，好，这部分过来维护身心障碍者吼，甲伊发展较慢的这些人个教育观。哦，也就是咱一般讲的，即个较战争吼，较发展较慢的即个人，咱嘛爱特别来跟照顾吼。过来最后一点就是讲新移民的即个教育机会吼，啊，过来得好好啊运用新移民。咱一般拢对新移民可能讲负面的尔，但是其实伊嘛正面的，伊嘛替咱台湾，而且嘛是未来咱台湾呢要甲东南亚做这种国民外交真重要一个桥梁呢。咱拢讲想着讲啊，伊来的可能造成负面，但是伊嘛好的一部分。啊，好的部分，咱要来好好甲运用，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吼。好，以上呢是咱初步吼，针对未来咱的教育改革爱做的较具体，咱列出13项。啊，当然可能要有真侪啊，视觉差漏交去的，这就是未来啊，搁爱请所有的同心再过来到讨论到参详，看变咱来做吼。啊，咱时间真有限，点半钟啊，咱就先讲到这。啊，无我即门课就先讲到这哈，好，感谢大家，谢谢。请起立，立正，行嘞，休困10分钟。